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王志安。不过呢，这一期跟大家聊的是王志安所引发的一些现象啊，老民运啊，台湾之友曹长青啊，然后在推特之上发了一篇文章，支持了一下王志安，印证了一下王志安的说法呀。不过呢，曹长青的啊这一篇贴文也引发了另外一波啊，这个算是民运人士啊对于这个曹长青的这个挞伐。其实啊，咱们可以从这个争议就可以看到，王志安对于现在的海外的民运圈啊，海外的反贼圈啊，所引发的一些动荡。其实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动荡以及这个老民运之间的这个矛盾呢，然后咱们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那你跟不上，你真的会出大问题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算是老民运啊，这个台湾之友啊，这个曹长青啊，经常上这个台湾的这个政论节目的曹长青啊，然后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写的内容也非常的简单，对不对？这个内容啊，就是啊，自证一下自己拿了一些啊美国的签证去台湾上节目啊，民进党没查我，对不对？然后曹长青还连带着啊，还供述了一下别人的一些罪行，比如说一些日本人呐、啊，一些美国人呐、啊，他所认识的啊，去参加台湾的这个政论节目啊，也没有什么工作的签证，对不对？也是啊，拿着别的国家的一些护照，日本的、美国的这个护照。然后进到台湾岛之后也上台湾的节目，拿台湾的钱，也没有被民进党收拾。曹长青啊就做了这样的一番表达。其实啊，曹长青的啊这篇贴文有点搅浑水的一个意思，因为曹长青跟台湾啊关系还比较密切，跟民进党关系也比较密切。为什么是有点搅浑水呢？这个曹长青啊不仅啊举报了自己，举报了别人，还举报了一些啊拿着这个中国护照的一些新疆人的一些异议人士啊，也接受过啊，也上过台湾的这个政论节目，也拿过台湾的钱，对不对？这啊，大家怎么人就全都供述起来。其实啊，这曹长青做这个事情是想提醒民进党，别搞了，对不对？别惹啊，别惹这个王志安这个人，你非得弄他什么五年之内不能够进入台湾岛，有什么意义呢？算了算了，曹长青有点这个意思啊。然后其实啊，这也只能说啊，像曹长青这种人。年纪大了真的是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啊！你以为你是谁，你在这儿搅浑水。但是啊，我相信啊，其实曹长青也意识到了，就是王志安也是一股啊不可小视的这样的一股子力量，所以说他才选择在王志安与民进党之间搅浑水，搅这个浑水嘛。只能说呀，曹长青啊这种老民运呢，根本就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他只能看到现在的眼前的王志安背后这股势力啊。这也就证明了老民运这帮人没有多大的一个出息啊，就跟这个王志安的另外一股子敌人啊，这个大法系一样嘛，就没有任何的出息，天天的玩他们那一套。忽然之间王志安起来了，估计这些人都不知道为什么王志安现在势头那么的猛，直接把海外的民运圈恨国党圈直接给撕裂了开来。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刚才跟大家讲的，然后反对曹长青的这个啊恨国党的这样的一篇贴文，大家也就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了。这个反贼啊，然后的话他的这个贴文非常的一个短啊，只截取一部分内容给大家读一读啊。然后的话说啊，这个王志安呢应该去嘲笑这个共产党，共产党太坏了啊，不能够去嘲笑这个华人民主之光的台湾啊，不能嘲笑反讽碰瓷啊，华人民主之光的台湾，对不对？台湾很棒啊，不能够嘲讽啊，不能够碰瓷啊，哎，你得注意了。而且他还说啊，他说啊，我们应该啊发自内心的钦佩和学习，而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啊，嘲讽台湾的民主，对不对？我们应该钦佩和学习，这个心态大家感受到了吗？还有一段啊，他说啊，这个概论啊，中国不能够拥有民主，这才是这个事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论调，对不对？主要的论点就是中国人不配啊，这个拥有民主，这个民主这个东西要不要拥有呢？那是另外一码事啊，对不对？但是总而言之吧，就是强调的是中国人不配。
这就是反对曹长青的啊一个反贼的一篇贴文。大家可以从这篇贴文可以看到什么？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海外的这个老民运呐、啊，海外的这个啊大法系呀、啊，然后的话，这些人不成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玩的是什么？玩的是自恨。对不对？然后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啊，这个 PUA 嘛，对不对？你老是在 PUA 中国人呢，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中国人不配啊，我们应该去发自内心的钦佩和学习，你怎么不跪下呢？对不对？你应该说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跪舔台湾，这才是对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就这些反贼，他现在玩的这套东西玩不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他在这个老华人的这个圈子里边玩这些他是可以的，之前跟大家讲过嘛，老华人跟现在的啊两千年之后出国的这些华人不一样，老华人什么小心翼翼啊，因为他本身都是自卑的呀，他腰杆子挺不直，这个东西不是这些老华人的一个责任呢、啊、这是啊他之前所在的这个祖国要钱没钱，要势没势嘛，经济没起来，国家实力没起来，对不对？没钱没势的一个情况底下，他如何在海外能够把腰杆挺直呢？以前总是评价老华人根本就不关心政治，都不想参与政治，为什么呢？参与政治就相当于参与了什么争议呀、啊，对不对？民主和所谓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选举，它就是选边站嘛，对不对？就是划阵营嘛，就是玩党争嘛。你是一个只奔钱而去的，你只想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老华人，你进入到这种争议里边，你还要不要赚钱呢？你惹急了另外一部分人，对不对？你又是个弱势的一个群体，你想想，你还想好好的过日子吗？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嘛，老华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出了国之后洗盘子，没日没夜的洗盘子，然后的话啊，没有休息的洗盘子，就赚钱，对不对？花钱的时候省着花，赚钱的时候拼命赚。然后还得干一件事情，为什么呀？还得干，对不对？给啊，这个大陆的这些亲戚们还得寄点钱呢。老华人是如此啊，就使用这种啊，算是 PUA 的一种手法，针对老华人，他会听，本身就老实，本身脑子里边就没那么多的事儿，就是奔着赚钱去的，小心翼翼。看见别人好眼红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们离开的那个中国无钱又无势，本身对不对？从这样的一个中国出来的，他感觉啊有点不如别人，很正常，理所应当，对不对？ PUA 这些人，然后的话认为啊他身上都是有原罪的，这儿也不好那儿不行，他也认，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嘛，因为自身弱，所以说呢，哎，这个腰杆子直不起来，非常的一个正常。可是早到现在两千年之后出去的这些新的一些华人，你现在再用这种手段搞他们，谁受得了啊？对吧？你跟他说啊，这个中国人不配，你不管配不配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总而之这话一出，没人听得舒服啊，对不对？为什么呢？不求你们了，对不对？不，没觉得自己低于谁，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新中国给中国人带来的一个变化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一个变化呀！如果这个国家还是又弱啊，无钱无势的一种情况，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中国人还是这种心态，就是因为出去一看，没觉得你这个国家比我强多少，人都是那个人，对不对？然后的话，你钱比我多多少也没有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比你还有钱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你凭什么看不起我呀？对不对？那当年的那些啊老华人，然后的话人家还得给家里寄钱，对不对？然后的话还得小心翼翼的生活着，拼命的洗盘子，对不对？现在的这些华人哪个天天在这洗盘子？尤其是两千年出去之后的这些华人，洗盘子的现象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能够洗盘子也就是那些啊这个非法的那些润人啊出国洗盘子，对不对？这些润人现在都不洗盘子了好吗？对不对？这些润人大家也都知道，天天的啊也会做视频，人家上来就是一句嘛，兄弟们我又要到饭了，你让他洗盘子他也不洗，这就是现在的中国呀。不管你从哪个角度上来看，中国人发生了真的是啊彻头彻尾的一个变化，就这20多年的一个时间里边。可是呢，这些海外的民运走到今天还在使用着老手段，对不对？原来他们可以靠着这个手段 PUA 啊，这个老华人，新华人哪个甩你啊？新华人哪个理你吧？到现在还是这一套，对不对？天天的，要不然做点视频啊，那要不然就是啊红墙的密室啊，
要不然就是啊，这个又出事了，那个又出事了，要不然就是中国的经济今天崩，明天崩，后天崩，天天崩，对，中国的经济这儿也完了，那儿也完了，全是这一套，对不对？然后呢，你说的是真是假呢？你天天自己打着自己的脸，那谁，对不对？谁会把你说的话当真呢？可以说啊，这个意识形态这一块啊，这个还比较偏向这帮人，但是的话也就仅剩意识形态了。你说的话没道理，你说的话，对不对？然后别人越来越不信，你说的话都是自证打脸的，你在消耗着你自己的信用，你的方式都是啊 PUA 的，你的方式都是，对不对？自恨，让大家自己恨自己，你们从来不恨自己啊，你认为自己可好了，对不对？你认为自己优于别人，你如果没有认为自己是高级的那种人，你怎么可能要求别人 PUA 自己啊，对不对啊？自己这些人从来不自恨，可是你这一套你在现在的中国人面前玩，你这真的是开玩笑啊。反观王志安为什么获得了那么多的支持，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曹长青一样，对不对？曹长青啊，台湾之友，老民运呢，走到今天也在这个事儿里边搅浑水了嘛。啊，你民进党你干嘛，你别弄这事儿了，什么王志安五年不能够进台湾，你弄这干嘛呀？当年我，对不对？我也你没有你没有罚呀，日本人美国人哪个啊，你也没有罚呀，对不对啊？然后的话啊，这个持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护照的这个中国的新疆的这些啊异议人士啊，然后啊接着去你台湾，你也没罚呀，对不对？怎么到王志安你就这罚了，算了吧，这别惹王志安。刚才跟大家讲曹长青这些老民运，别看他看似站在王志安这头，他也没看清楚王志安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他知道不知道王志安现在势头很旺，他知不知道现在王志安啊真的获得了大量的海外的华人以及一部分台湾人的这个支持，他知道，所以说他搅浑水嘛，在民进党跟王志安之间搅浑水。但是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对不对？支持王志安的这些人，这是真金白银在支持，老华人不干，哪怕到现在这个年代的老华人，人家也是啊勤俭的持家，对不对？毕竟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嘛，然后的话赚这个钱啊特别的一个难，花钱的时候小心翼翼，每花一块钱那都得特别的小心，这就是老华人的一个特点。现在的新华人不一样，两千年之后出国的这些华人不一样，不管意识形态如何，人家是真花钱，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自己的感受去花钱，对不对？你民进党为什么现在如此的招这帮人恨？那不就是你民进党作恶做得太多吗？对不对？什么这个知言又知语啊，对，玩这种民族主义梗啊，对不对？然后的话之前跟大家讲了嘛，写简体字都成原罪了，在互联网之上天天的骂呀，没完没了的骂呀，对不对？然后的话只要说中国，那简直啊那犯了天条了，对，在这个互联网之上，然后的话你就不能够生存下去。总而言之，不管你的观点如何，你就是一个下等人。所以说你做了如此之多的一个事情，现在海外华人犯了众怒了，知道吗？大家讨厌你民进党，大家反感你民进党，大家恨你民进党，根子在这儿，对不对？你说王志安干的这点事儿有多夸张啊，对不对？其实没有多夸张。民进党你说弄王志安啊，五年之内不能够进台湾岛，王志安也不是台湾人，对不对？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儿，为什么就那么多的人在这打钱？那根子在哪儿呢？对不对？根子在哪儿？好好想想，根子在那你民进党干的坏事太多了，大家就恨你，就乐见你民进党出丑，乐见王志安折腾你民进党。所以说，现在新的这一轮啊，新的这一波啊，这些华人愿意打钱，就为了自己能够爽一点，人家几百美元打赏给这个王志安，让王志安替他们去出气呀。对，你看似啊大家写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些打赏那些留言你看一看，全篇写下来就是干民进党，干民进党。为什么要干民进党啊？不就是因为民进党之前太恶心吗？坏事干太多吗？现在反噬自己了，这就是王志安代表的一个群体啊，对不对？这个群体是真金白银在支持王志安去啊弄民进党啊。老华人老民运这些啊，老民运这些人他们有这个啊环境吗？对不对？天天啊哄抢密室啊，天天的 PUA 这个 PUA 那个，天天的那话说的比谁都硬，对不对？中国今天完明天完后天完，天天都是这个，对不对？你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前一段时间死饿死在日本的啊，那个女硕是吧？之前的记者，大象公会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女记者在这个互联网之上留的什么言呢？恨不得啊拿那个核武器把中国全轰了才好，对不对？你说这个话有什么用啊？你都是自恨的话，对不对？那一位饿死在日本的那位女记者啊，女硕士，她还是、啊、王志安的学妹啊。这两位都曾经是啊武大的学生啊，王志安的学妹。然后的话，那话说的比谁都硬啊，也是啊什么这个支那人没完没了，天天的这么去骂呀。可是你骂，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啊？然后的话，没人给他捐钱，到最后饿死在日本，对不对？什么东西啊是真的？你以为那些啊流量那些点击是真的吗？那些真金白银是真的啊？你做的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人支持，就得看，对不对？人家有没有打赏嘛，对不对？你看看那些老反贼，天天的啊中国今天完明天完，他能有那么多的打赏吗？对不对？天天的啊中国是如此的落后，就像刚才跟大家读的这个什么中国人不配给你喊这个话，他有打赏吗？谁理这种人呢？对不对啊？你反观王志安，就一个道歉的视频，噼里啪啦那么大一长串，对不对？没完没了的在那打赏，哎，道歉，还得给王志安道歉，对不对？为什么呀？还想不明白吗？为什么王志安能做出啊这种硬事啊？你要感受到这个时代的趋势，现在2000年之后出来的这些华人跟以前的老华人不一样，天天的在那儿骂红墙密室啊，中南海这儿有事儿，明天中南海那位有事儿了，总而言之啊，中南海没有一天安生的，中国今天经济今天亡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啊明天就崩了，天天给你来这个，那谁信你啊？你天天说这个谁给你打赏啊？对，你不被时代给抛下，谁被时代抛下呀？对，你不被这个时代的大趋势碾过去，谁被这个时代的大趋势碾过去啊？碾过去的时候还不会有人掉下一滴眼泪啊？对不？你看那个被饿死的那个啊，去了日本的那个女硕士，那个女记者，大象公会的，到最后落一个什么结果呀？话说的比谁都硬，到最后饿死的，这不就可笑吗？玩你们老共知那套，玩你们老命运那套，饿死在日本。王志安呢？啊，跟民进党干，对不对？跟民进党死磕，对不对？就弄民进党，那大家就在这打钱，还看不着吗？还看不着这个世界的趋势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还想不明白为什么王志安，对不对，能够获得如此之多的一个支持吗？其实大家认真去看，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大势真的是非常的惨烈呀、啊，对不对？大家可能有些人认为啊，你老五有的时候说话太狠，对不对？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大势，就变成这个世界的边角料，对不对？这个话太狠了。我跟各位讲，老五是佛心来的，真的是在提醒了，这话都说的白到不能再白了，对不对？天天的啊，这个中南海有事，对不对？天天中国要完，明天要崩，你玩这些谁听你的？中国真的是经济完了，中国真的是要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那美国干嘛呢？美国，对不对？还不赶紧收拾中国？要不然就是美国跟中国谈什么呀？今天啊来中国访问，明天什么洛杉矶的会谈，后天什么这个打个电话，对不对？最近又跑到曼谷，美国的沙利文又与中国的王毅在那见了个面，又会了个谈，美国的媒体疯了一样，对，跟中国能够在红海问题上达成妥协啊，那是个好事啊，一定要跟中国啊，尽量要跟中国在红海问题上达成一致。那干嘛那么在乎中国的意见呢？中国都要完了呢，对不对？你说那些啊，这个老民运老公知们，他们不被时代抛弃，谁被时代抛弃啊？你再看一看王志安吧，对不对？王志安为什么现在啊比这些人声量强？为什么王志安获得的支持比那些人要硬得多？对不对？真金白银的支持，为什么感受到了现在华人的那种心态上的改变？你学会为民请命吧。你不管这些啊，这些海外的华人他的意识形态到底如何，但是讨厌你民进党是实打实的，对不对？你就看一看啊，这个王志安立的这些敌人，比如说这个大法系，讨厌你大法系实打实的，对不对？包含王志安最近在日本折腾的一个经日，对不对？啊，我就想当日本人啊，中国人支那人，对不对？也是这一套的。然后的话，你以为在海外华人圈这种人啊是得势的吗？对不对？人家有的时候都把你当啊笑话来看呢。王志安折腾这种人，王志安就获得支持，
这个世界的趋势还看不见吗？刚才跟大家讲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整个中国的实力的上升，中国人的水平生活水平提起来了，他对比9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人的那种生活水平翻天覆地啊。2000年之前，对不对，出国的这些中国人，然后呢有啊，面对国外有那种自卑的心态，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可以理解，因为这因为啊自己的这个国家无钱无势啊，他的本身啊就觉得自己啊出去之后就觉得自己低人一头啊，他被人 PUA， 他小心翼翼，他不敢惹事，对不对，他是啊有情可原的一种状态。可是2000年之后的这批中国人不一样了，2000年之后的这一批中国人，对不对，他出了国之后，他起码他不用往家里寄钱了吧，就像刚才跟大家 举的那个例子，王志安的那个学妹，饿死在日本的那个学妹，对不对，然后的话他为什么能够饿死在日本呢？因为他没有压力啊，我跟各位讲，为什么没有压力啊，他在家里边的这些啊这个家人都还在嘛，然后他的家人也不指望这个啊这个姑娘去了日本之后打工赚钱啊贴补家用，用不着，对不对啊，他现在寻求自己的精神的追求去的日本嘛，对不对，然后他啊去了日本，这个精神追求变成了炒币啊，炒虚拟货币啊，结果把自己的钱全炒没了，结果把自己给饿死了，而且没人理他，而且死之后海外的反贼的圈子还得嘲讽，那是他厌食症，呵呵，对不对，那是他厌食症啊，厌食症饿死自己，哎呀可惜呵呵，最多也就这个呀，那人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嘛去了呢，对不对，钱是什么，钱是实打实的，到最后饿得自己，对不对，只能捡剩菜叶子吃，这个东西你能给他搏得回去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就非常的可笑，王志安看到了啊，新时代的到来，对不对，人家就有支持，你们呢饿死在日本，对不对，说话比谁都硬啊，然后的话红墙米市玩起来，中国天天玩，你就继续这样去玩，玩到最后饿死你自己，看一看，睁开眼看一看这个世界，睁开眼看一看这个历史的这个趋势，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随着中国的实力往上走的话，那大家就想一想，不管是海外华人还是整个中国人的一个群体，那为那个想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想想老华人跟啊这个2000年之后出国的这些华人的对比，对不对，再想一想，哎，未来呢，尤其是看一看美国，对不对，在西亚在中东遇到那么大的问题，对不对，陷入到一场战争，对不对，然后呢啊这个陷入到战争里边出不来啊，拼命的想跟中国谈，想要在这跟中国在红海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个趋势你还看不明白吗，谁在往上，谁的影响力在往下，看中美博弈哦，对不对，那未来会往哪儿走呢，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趋势啊，然后的话真的是啊会被这个时代抛下，抛下你的时候这个时代还不会掉下一滴眼泪，那是你活该呀，别人把话都讲得如此的白，如此的直接，如此的清楚了，还在那儿，对不对，要不然你就跟啊这个时代逆势而为，对不对，咱们看一看时代怎么把你撵过去，要不然你就是啊糊里糊涂到现在还在 PUA 中国人，中国人不配，对不对，还继续玩这些，那你就继续玩，你看一看你到最后会落得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呀，我只能说啊，王志安给这个海外的反贼圈啊真的是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特别的有意思啊，特别的好玩。那未来会如何发展呢？咱们等着看啊。好吧，今天这一期啊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啊。